一个革命文艺战士，必须经常到工农兵群众中去，对，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，为工农兵群众服务。我每次外出啊，都有很大收获。哦，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？我出国了。哦，到外国说相声去了。外国听得懂相声？听不懂没关系啊，啊，有翻译吗？哦，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。说一句翻一句，那多好啊！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。And now speaking about how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，何况那是共产党的产物。明治国国战争就强，也就是咱咱也得看。这形势是上学不止，追得真好，狗脸丫的呱呱叫。这翻呢，我翻不过来了，这么多臭皮话怎么翻呢？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。那你怎么出国了？我有另外的任务。干嘛去了？我是孙教伟大领袖毛主席校长，光荣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，到国外帮着修铁路去。哦，你是到坦桑尼亚、赞比亚去？对，你知道那地方吗？那不是非洲吗？对，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。有多远呢？我计算了一下，只有20多公里。20多公里？那不是非洲，那是中洲。中洲干嘛呀？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？是20多公里，说多少啊？说10000多公里。你把大树搁后头了。别拆！干嘛呢？别拆！倒尿盆，别挡着，挡着健身。哎哎，排队啊！我撒尿，撒尿。哎呦喂！没瞧见人呐？什么？不是故意的。得，对不起您了。不就上个茅房吗？穿那么整齐干嘛呀？工作需要，老有外事。快点儿，您完了我接您这坑。哎，别叫咱俩喊了，别喊了。我肚子疼，我肚子还疼。喊你们出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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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输你包的，哎呀，这更多余了。来来来，嘿，老倩，您让一下。哟，文艺兵吧？跳舞的。我说怎么前挺后撅的？女厕所呀，俩坑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数窗户，看见没有？比男厕所少2/3。说哪说哪呀？这不是重男轻女吗？走了，别磨蹭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片呢转到这儿，这是最后一个厕所啊。明儿就你自个儿了，我就不跟你来了。听说尼克松要访华，哎。说不定他夫人可能参观厕所，哎，得打扫干净点啊！哟，这人还挺多，打扫后边那小屋的去。对对对，啊，谢谢。对待尼克松的态度是不冷不热，不卑不亢。他深情不阴柔，不扬镳。哎哎哎哎，文件上没这句啊。基辛格喜欢肚皮舞，你听谁说呀？参考消息。要看他的主流，他对我们中国还是友好的吗？您是说肚皮舞不好？那是种下流的舞蹈。下流在哪儿？他用肚皮舞非常性感，并不下流。非得看了才知道。那得到中东去，你是去不了了。那我就光看肚皮舞再说了。胖子就这样，还甩我一身啊！破四旧的时候，这厕所里逃出过金条。嗯，听说还有首饰呢，有一个翡翠的大扳指，被水一冲，那整个坑里都成绿色的了。那是有人吃多了菠菜。听说还有一副字帖，
是什么鸡的平复帖？那肯定是摹本。陆基的真迹啊，张伯驹早就捐给国家了。值钱呐，价值连城。张伯驹为了他都倾家荡产了。那国家一定给他很高的奖励吧？给他个右派，发到关外去劳改。不是马上，过了段时间，正好赶上反右。你说破四旧的时候，这厕所里那么些宝贝，怎么就没人敢捡便宜呢？那可不是便宜，委托行都给不出价钱来，那是捡货。这就叫做运去黄金丝色啊，时来铁也生辉啊。宝贝扔在厕所里，也就是在咱们中国。张老，您去的地方多，您说说这别的国家有这样的？中国人不爱金钱，这是种可贵的精神。就是有点假。我看有一天啊，中国人比哪国人都会更在乎钱。不一定吧，要钱还是要命，当然得选择命。金子就是金子呀，在我们这儿就是粪土。你外地人吧？外乡人。外乡人说话当心啊。受罪。哎，还有病假吗？我这慢性肠炎，想什么时候歇，一化验就得。一个月歇几天我得算好喽，歇多了拿不着全薪啊，歇少了不够我折腾。给我留点大便。不是查出来怎么办？查不出来，化验室认屎不认人。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工作的，这么下去这国家怎么得了啊？早晚有一天看病得自己花钱。那也太过分了，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哪儿啊？都优越了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我爸爸是无产阶级，你丫找揍我。对呀，资产阶级他也不敢呢。那是。哎，什么不敢呢？用假大便。大便有假的吗？不过是顶替而已。现在不是流行顶替吗？军队的儿子当兵，外交部的儿子出国，咱没那路子，咱弄点大便顶替。那你是我什么人呢？我是你大爷。你大爷？有盒吗？刚吃完一碗山楂丸，正好。哎，别打我眼前过啊。新盒还没装大便。这么一闹没了。明儿一早，明儿明天。哎呦，别急呀，都是分歧。呀，三丫，来了。是啊，那坐供灯那老丫头她是哪儿啊？外交部的。外交部跑这儿上厕所，牛逼呢！外交部的就不能在这上厕所？听说主席解手。都在野地儿里，哎，是吗？老这是警卫员扛着铁锹后面跟着，现扒现捡。哎，说说，你听谁说的？汽车上。待会儿再解，马上就好。马上就好啊！你说，这他妈叫什么事儿？你说，舅父，哎，你这还带上徒弟了？哎呦，哪儿啊？我们老二从东北刚回来，顶替我。您儿子，您退了，不到岁数吧？是啊，不退怎么办呢？能回来有个工作，那就得感谢组织。我也不想退。跟您说吧，这一整天不见厕所味儿啊，我还真是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哎，我还没拉完呢。没事，我等着你。你这么看着我更拉不出来了。哎哎，别在这儿看书，快着点儿，全靠这点时间了。听口音不是本地人，你外地人吧？对，我是外乡人。外地人叫外乡人更人情化一些。太老，这年头看书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大学要恢复考试招生了，交白卷的都能上大学，只要你出身是红五类，这大学就能上。
生活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啊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别在这儿说吃的事儿了，你看。哟呵，吃了你？说什么呢？哎，哥，等着，请教请教。您说咱们应该怎么看待尼克松？今天传达到14级以下干部，明天传达党员，后天传达群众，等着听单位传达吧。那我没单位了，听街道，我外地的，回原单位，还没分配，等着判报。哎，冲完了，把管子从那边去。来，哎，好，哎，对，哎，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。干什么呢？可能是要来打扫了。那得，明天出来。哎，涵涵，啊，女厕所有人吗？女厕所。小史，你怎么干这个呀？这个还是我爸爸让给我的呢。女厕所有人吗？哎呦喂，这有必要下楼到哪儿呀？这是，不是臭流氓！我喊了没人吱声啊！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还敢狡辩？他真喊了！我不干了，我。哎，他喊！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他呀是喊了，您没听见吧？你大点声！里边那个，跟我走一趟。干嘛呀？这想请你介绍介绍伟大领袖是怎么接手的。哟，别，我这拉稀呢，我这不得拉一半儿呢？我也憋着呢，到局子里一块儿解吧。手指还白点，我等我呼呼的。尿盆，你看我刚才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我解释，不是哎，慢点啊！小史，你好什么呀？他耳朵有点背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看，哎，这是男厕所，那女的在那头呢。小史，你快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师傅，哟哟，干嘛呀你？不是，麻烦您帮我把里面那个姓史的小伙子叫出来，行吗？自个儿进吧。废话。你废话。嘿，哥们儿，外面一解放军正等着你呢。看什么呀？哎，看见没？这纪念章是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。哎，要粮票吗？老头，你要粮票吗？给毛五啊？给一装，装听不见是吧？你还出来？排泄是人类第一道事。这圣经里记载啊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啊，渡过红海，来到西奈半岛，发布的第一条命令，什么呀？哎，这以色列人啊，刚刚死里逃生了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可摩西发布的命令却是掩埋好你们的排泄物，那还用说？当然要说了，他有的人就是不这样去做呀。你看现在墙壁上不是还常常有这样的标语，禁止随地大小便吗？那是给不自觉的人看的。当然了，自觉的人啊，就是看到这样的标语啊，欢迎随地大小便，他也不会这样去做嘛。嘿，可惜你用的这点功夫啊，全是排泄。你大学里头有这门功课？哎，这属于人类学范畴。跟你讲，你也不懂的啊。我看你啊，
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，什么圣经啊摩西啊，大学不是给你这样的人上的。那给什么样的上啊？给无产阶级上啊。大学应该向所有需要他的人敞开。那是厕所。看着啊，要不就是大学向所有的人开放，要不就是连这厕所也值得无产阶级上。哎，你们这个厕所里的人啊，20年后啊，就有一大批人会成为废物，就是这种排泄方式啊，也会成为历史。你还说谁呢？哎，啊，别理他了。他说咱不是人，是废物。小史，你出身好，三代贫农，你为什么不争取上大学啊？你上了大学，就是对这种人的打击。我谁也不打击，工农民学员有什么用啊？白交学费，还不如扫厕所的呢。啊，无产阶级有舒服的，有不舒服的，有开飞机的，也有像我这样扫厕所的。你一点都不努力。我当兵是靠自己的本事，跟经济没有关系啊，你别瞎想。碍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当你的兵，我扫我厕所。别在这儿聊啊，上家去啊。不了，一会儿还有车接我去车站呢。不祝福我吗？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这是您的吧？刚才您落那边了，我怕别人拿走。谁那么不开眼啊？你闲的没事吧？解放军怎么这态度啊？前程似锦，环球胡同的新兵，抓紧时间上车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！摔家伙，你就是靠厕所养大的，你忘本。我没瞧不起您，我是说凭什么咱们姓史的就得收拾厕所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谁让咱们姓史呢？哎，咱们祖宗也有那名扬四海的。啊，谁呀？啊，他怎么不管咱们呀？九纹龙史进。史进在水泊梁山，他排第二三，前面是吃饭鬼刘唐，后边是没边懒木。行了行了，净说点没用的。宋朝的人有什么用吗？我说你刚回北京就挑肥拣瘦，我告诉你，你能活到今天，那就得感谢老天爷。啊？不不不不，感谢党。你前面啊有仨我都没养活了，到了你这儿啊我正发愁呢。嘿，解放！咱们有薪水了，窝窝头也管饱了，3年不在17，这个你说，要不是你爸爸逃厕所，你能有今天？我还告诉你，你要是觉着委屈，你有种你回北的慌，这厕所我还接着，我不干我还难受呢。好，你说的啊，我就回去给你瞧瞧，我再也不回北京了，我也当兵去。你他妈混蛋！要不是你妈瘫在床上，你能搬回来吗？
说走就走，他们反了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你当兵啊？你以为那军队上就没厕所啊？你那个档案上都写着呢，就是到了部队上，你也是一个厕所兵啊。这儿不嫌母丑啊，狗不嫌家贫。我没嫌，您甭嫌就成。我对你奶奶那是一百一。我说的是我妈。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哎，那我也不嫌啊。你说咱们一个逃厕所的啊，娶个貂蝉回来，你对得起人家姑娘吗？再说的吕布董卓，咱们是谁也惹不起。丑妻薄田家住宝，凭什么这些坏事得摊到咱们头上啊？坏事，这是好事儿。这样啊，才没人跟咱们去争，咱们才能踏踏实实的吃上一辈子。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如果呀能扫上一辈子啊，没让人给你顶下来，你这辈子就算拿下。我一辈子扫厕所，我合着白说了。你要真能一辈子扫厕所，那环卫局啊就给你开钱，你就能养活一家子人，你就能娶妻生子。看来真没什么别的办法。我要是一辈子扫厕所呀，我把这厕所我都沾满了瓷砖，在这尿池子撒满卫生球，我在门口我再装个洗手池子，没进门呢你就闻着一股子的香味儿。你再穿上白大褂，带上听诊器，你当这儿是医院呢？那我反正得让厕所干干净净、舒舒服服的，甭管他是看厕所还是上厕所的，都像个人样。哎呦，真要像你说的那样，这厕所还轮得着你开啊？那部长的儿子早就抢着来了。那我不管，我反正不能像你这么一辈子看厕所，我得让厕所啊干净的能住人。我好小子，要跟我分家？哎，我给你省个铺板呢。等，来看看那坑里有没有谁掉的东西。有个钱包，赶紧逃出来啊！空的，甭财迷了。你白是我儿子一场，你连你爹都不知道。哎，破四旧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掏出过金条、翡翠，嘿，我都上交了。你爹我这一辈子就是不娶那不义之财。哎，那年在这儿掏出个皮夹子，里边就一张火车票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赶紧逃出来。你回来，你不去我去。切，墙上有一张纸，上面写了四个字儿：不可屈之。什么内容呢？我给您念一遍。好。烦恼我革命照相馆，照革命相片之革命群众，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，须先都呼革命口号。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，则革命之呼坚决以革命态度，不给革命回答，此致革命敬礼。我这可真够革命的。那这革命口号是怎么个呼法呢？就是你问我一句话，在没问之前加一个帽，这个帽必须是个革命口号，没这个革命口号我不答应。哦，那时候是兴过这么一阵，问话都得这么问。怎么问呢？为人民服务，您这头问点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我回答你呢也得要加上一句。怎么说呢？要斗思提修。问什么事儿啊？灭私兴无，我倒不像。破私立功，赵子春呢？革命无罪，三寸。造反有理，您出钱。突出政治，多少钱？立竿见影，1.3元。批判反动权威，给您钱。哦，很感您钱挂帅，给您票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，谢谢。很多私自一闪念，不用了。灵魂深处闹革命，在哪儿招？为公前进一步死，奔前走。好，一步，这一迈步我就完了。
多少钱？一块。太贵了。你便宜的没法喝。我没问茶叶。哦，厕所啊。嗯。两毛。那也贵。不是我定的。两毛钱能吃顿早点。哎呀，有的进您还得有的出，不是吗？啊，还白要用张手纸啊？我要是小便呢？不要手纸啊。那也两毛。来，给。哎，姑娘，手纸。自己有。你们又赚两张。您来四张。哎，怎么着？摊一个。来俩鸡蛋的。他们一个，俩单子分忒高了。好嘞，不要嫌菜啊。哎，先把钱给交了吧。哎，你怎么也不洗洗手啊？一天好几百人来的，我老洗啊，洗出不皮了这。是哈，我们也来了。哎，中午上哪吃去？反正不吃煎饼。两毛，没假的，还不够麻烦的。进去吧，拿纸来。哎，你不是一直用报纸吗？今儿不行，今儿上面有我一篇文章。如何画假月票？我说你要再提这，我跟你急啊！那有什么呀？是关于知青文学。您知道什么是知青文学呀？啊，一群中学生到农村劳动，不甘心，编点故事发表，这就是知青文学。您没去过农村，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也没取过经。包法利夫人的作者也没喝过毒药，我这拉屎去。报纸先借你看着啊，第三版。哎，多少钱稿酬啊？十块，够上五十趟厕所的。来来，不看，不就上过回北戴荒吗？有什么呀？怎么不插门子？来你。手淫有害健康啊！滚蛋！画流氓画！尼克松遇上了水门事件，你遇上了屎门事件，怎么办？不都是我画的？怎么办？你说，请我吃饭。我请你吃炸酱面，别介，我怕产生联想。您来点跟这坑里的东西反差大点。烤鸭成，或者甜面酱克朗，我认了。那您就知道没看见，接着画。哟，今儿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不干燥啊？今天部里还有事儿。哎，你们那部里头怎么老不盖厕所呀、啊？我还是愿意接近群众啊。哎，您再给说说外交的事儿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。朋友，甭管他是敌人朋友，都得上厕所。哎，买票，好多钱？两毛，怎么那么贵？给你。哎，姐妞。
里头吃，别吃外头。鸟不当菌，为啥子要鸟在通通通啊？治药的，咋个治？废话，知道我就自己治了。不是你要这尿吧？我要它干嘛呀？我这儿有，上头摆在这儿的都得装满了。我这可没少删啊，恶心字儿，难道你唱？听说这尿是用来提炼化肥用的，化肥是石油里炼出来的。我操，我的烤鸭飞了！哎，这谁画的是？冒充外交部那位。鸭也是一人才啊！哎哎，你跑什么呀？我追我那烤鸭呀！哎呀，干嘛？买票？上厕所还要票啊？一人两毛。我没钱，没钱出去，我憋不住，憋不住不成？我出来，出来了，回家收拾收拾，甭在这儿待着。怎么了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这不是这三十一年那史爷吗？谁呀？我，十年开焦油拖拉机的板牙呀。嘿，什么记性？你小子还搭过我车呢，你北大荒的，一块儿一块儿的、哎。你们都是北大荒的，都是。哎呦我靠！得嘞，今儿算我倒霉，我请你们大小便。行。哎呦，哥们儿，你请哥几个撒尿，哥几个请你喝酒。怎么着？我这儿工作。这算他妈什么狗屁工作呀、啊！离不开人儿。我说怎么着？谁还偷你大便？我怕谁给弄到外边。谁这么没公德呀、啊？嘿，我刚刚神不留神，你看没有？啊！谁在这画一流氓画？哎呦喂！大哥哥，嘿！哎呦喂！改挨刀！哎，我说，哥几个今儿碰上了，就跟他这儿喝了。好、啊，就在哪儿？这儿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二爷，哎，这儿工作间，这不行吗？这儿是厕所。这儿能吃东西啊？这吃得了。好容易碰来了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干嘛这？你非干这个你？部长的儿子当部长，扫厕所的儿子就得扫厕所。哎、哥们儿，我爸给枪毙了。你快了，只要不让我扫厕所，干他妈什么都行。来，拿杯子。那不不，这不喝啊？有点喝点。工作嘛，工作。行，来，好。哎呦，哎，我说，哥几个好好的，干嘛都回来了？你丫改不是好几年了吗？那是人待的地儿。北大荒。嗯。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草甸，都开垦了，没了。那些个白花树林、活树林呢？早就当柴烧喽。都是你们家干的。哎，这要不是逼着我们去，还轮不到我们干了啊！中间啊，老婆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一人离了。压根儿就没找，那行，还是你英明啊！你看这哥几个，一个一个拉家带口，回北京是真难。哎，我是离了才回来的。谁让你找一个当地的？您倒找一北京的，俩孩子回来一个不是？别说了，傻子，我对不住孩子。送人了，哎，其实啊，人活着就不容易。黑子他老婆不就是不愿意分开，才上吊死的？要说这人权啊，能他妈在一块儿生活，那就是最大的人权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说对不对？都对，都对。可是这北京一时半会儿也接收不了这么多人，不是？咱们走的时候俩人，你回来起码是仨人。嗯，再说也没那么多工作给你，说句不好听的吧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
兄弟姐妹都成家了，你这儿赖上一两天行，你想住一辈子？听说了吗，哥们儿？现在又有人回北大荒了。等，有本事你回去，甭动员我们啊！我想过，我没这胆儿。我是没地方住才住厕所呢。你甭说，住久了，哎，还真是，久而不闻其臭。到现在还是个铜蛋子儿吧？你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最孤独的人，他就是最勇敢的人。勇敢管什么用啊？你还能跟谁拼命去？活着就需要勇气，拼什么呀？行，师傅，给您钱。没瞧什么正吃饭啊？嘿，是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呀？哎呦，男厕所多少钱？女厕所多少钱呀？嗨，都是两毛，都是。还是的。那你废什么话呀？反正男厕所你不能进。对，我也没想进呀。可是女厕所您说了算呢。找操，我还真怕你没这个胆子。你说什么？等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别喝，吃点吧。碰这事儿啊，这是嘛地儿啊？是厕所吧？您说呢？我说不是。那您说这是哪儿？哎，我都闻见炸带鱼的味儿了，你说这是哪儿？嗨，我们哥几个也不愿意在这儿吃啊，不在这儿吃我们在哪儿吃啊？我练出来了，我闻着臭味儿一样吃。哎，我没练出来啊，嘛地儿就得是嘛味儿，不能串。我们盲人就凭着这俩味儿来区分这俩地儿了。我刚才蹲着蹲着啊，我心犯嘀咕，我心想这别得是饭馆吧，那可就现大眼了。我说你们别在厕所里吃饭了行吗？还真让我为难了，我不在这儿吃，我这么着吧，您先回去，您的事儿我跟我们领导反映反映。反映？哼，这么根儿了，嘛玩意儿啊？吃喝拉撒不分，都在一个地儿，缺大哥了啊！这可嘛事都是。哎，这还让人活吗？连厕所吃饭都不成了，都他妈是人挤着谁呢？这不让在这儿吃，我还真没地方。早晚有一天。你可以在这儿随便的吃。哎，对，我不愿意在这儿吃。同性恋者需要受到法律保护。我这一次我得退你二十万。行了，行了。行了，兄弟啊，这是哥几个最后一次来你这儿啊，走。不是，再待会儿吧。啊，待会儿呗。哎，中。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吃饭？谁他妈是孙子？是哪年的事儿了？我告诉你，爷太现在是老板，
爷他现在有的是钱，有钱偷钱吧，谁就是偷了干嘛去？来来来来来，除了我们谁也没权利搜身。哼，得雷哥，谢谢啊，别跟我这称兄道弟的啊，走吧，我还没拉完呢。拉完了到局子里去一趟，一定。这是我们眼线，不提货了，练摊的卖走私烟，那我不管，甭往我这扔钱包就成。雷哥，交钱了吗？嘿，给了。我也没上，真是不上厕所，别他妈在这瞎溜达。说什么呢？我拘了他。哎哎哎，掉了，你他妈看厕所的？啊，掉，臭不要脸！改了，你不咋的想的？是，能不能笑点呀？嘿，放开吧啊！里边没鸳鸯坑。哟，史爷，谁呀？不认识吧？人鸭子啊！哎哎，我现在包了一大工厂，四爪也能买票。瞧你这起色啊！我参观参观啊，成吗？女厕所？什么话？女厕所我这不自己带着呢。说什么呢？别不干不净的，烦。嘿，干什么呀在这儿？嘿，哎，帮你把这厕所啊拾的拾的啊，我那儿哎还剩下不少好瓷砖。不是我的事儿，是环卫局的事儿。哟，那你看，问问呢啊！哎，事儿成之后，哎，必有重谢。拜拜了您的。这什么神头鬼脑的都成了事儿啊！这现在啊，这原来不就是一瓦匠吗？偷钱包的成老板了，还警察给护着驾。哦，还什么眼线，纯粹是现眼。像我这样的老实人，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？你看着没有，连吃饭的地方都快没了。过两天有人怕打呼，我还没地方睡觉了。我行了，到这儿吧。哦，买票叫人啊。知道啊，叔叔买票。刚蹲下，你妈上里边没人照应吗？是我上。好，进去吧。哎，用自个儿的手指。丹丹。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身前线慰问，踩上地雷了。越南人呐？咱们自己人的。往哪儿踩不好啊？你踩他干什么呀？我想找个干净的地方上厕所，有棵芭蕉树，绿绿的，上边还有只鸟在叫。我不说这些了。你怎么还这儿？我有什么出息？想当兵
不是没路子。挺好的，太太平平。就是没经过什么风雨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我倒是见着了，腿没了，再也跳不了舞了。就是有腿，这岁数也该改行了，是吧？说的也是。那你爱人是做什么的？我哪个爱人？你有几个爱人呢？我都离了好几回了。哟，这么现代啊。都是怎么认识的？都是拉屎认识的。你爱人还是晶晶吧？啊，牺牲了。怎么什么事儿都能让你摊上？哪能总赶上好事儿啊？那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？哦，我现在倒是不用工作，可老闲着吧，也没什么意思。哎，要不然我跟你一起来看厕所吧，我卖票你清扫，咱们两个还别，一会儿女儿出来就回家吧。啊，我这心里头怎么跟猫抓了似的。在这儿呢。这哪边是女厕所啊？这边。你说你不在里边待着，出来干什么呀？我来一熟人儿。我没零钱啊，找我三毛。你进去吧。我可没想占便宜啊。哎。你现在的爱人怎么样啊？就那么回事儿。哦，这对婚姻不可要求过高。不高，我一个看厕所的。哎呦，我不是这意思啊。那他叫什么呀？跟你重名。这么巧啊。啊，他不叫这个我还不找他了。可他有腿啊，人家是健全的人呢。他腿短，你这断了的都比他那长。怎么可能呢，侏儒啊。差不多吧。你们两个有感情吗？还真有。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嗨，两头没用，中间找情吧。哟，你怎么这么下流啊。妈。哎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哦，史叔叔，妈妈中学同学，北大光兵团战友。他怎么姓史啊？是不是因为看厕所呀？别胡说啊。没事，那个小孩他不是故意的。叫什么呀？我叫亮亮。啊，跟叔叔再见。叔叔再见。哎，对。哎，你没事来玩啊。
什么他妈侏儒啊，还蚂蚁呢？月亮在白莲花弯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我们坐在高高的女厕所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唱歌，你干嘛呢？你这老爷们跑你厕所，你嗨什么呀？生的我有病吗？有病吗？你没病吗？你是？脑子有人唱歌？睡觉呢？又走走走走走，甭理他。真的有人唱歌呢？你上过学？中学？中学？上学的时候早恋吗？早锻炼不早恋。
就是同学呀。后来，那什么一块儿到北的荒，算是战友吧。到北的荒之后，你们的关系有什么进展啊？没什么进展，他走后门当兵去了。你回来工作也是走了后门吧？不是，我是顶替我父亲。这我知道，算是公开的后门吧。别人想干，不是还干不了吗？谁想干？就这么说。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我十来年都没见过他了。过去的事儿，就让他过去了。对。最近他没来过。今儿跟女儿一块儿来上个厕所。不是来找你的？不是。他腿没了。怎么没的？上前线慰问，踩着地雷了，咱们自个儿的地雷。逃兵？不会吧，越南比咱们这儿还穷呢。这个我会了解的。不是你刚才唱什么歌啊？就那个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。这歌不错。嗯，唱一遍。现在？嗯，现月亮在白莲花，大点声儿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，有点漏水，我嗓子，女厕所，没错没错，也没人跟着唱，是不是您在这儿的原因呢？有道理，邪不压正。哪边是邪呀？当然是那边啊。过去看看。这么晚了就不麻烦您了吧？干工作不能虎头蛇尾。咱俩谁走头了？你走头了呀，名正言顺。女厕所有人吗？进吧。我得喊三遍。干嘛非得喊三遍啊？有一年喊了两遍，有一聋子没听着，差点出事儿。女厕所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进吧。我这是第一次进女厕所。我天天进。什么事老看就没劲了啊？门都打开。这女厕所跟男厕所也没什么两样。听说国外都改坐便，总挨着皮肤倒不卫生。女厕所比男厕所小啊，因为没有小便池，那坑也少。是不是男的多女的少啊？不是，男的没有女的有毅力。毅力，女的比男的能憋。你看那抓的人里边，男的总要上厕所。那女的没有比男的胆小。你是说他们不好意思？他们这个，咱们能换个地方说话了。啊，不是久留之地。这女厕所要是封闭性再好一点，卫生条件再好一点，女客就多起来了。中国的厕所不能太封闭，否则就会有人钻空子。所有人的活动都应该有一定的透明度。您是说拉屎得让别人看着？我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？注意了吗？女厕所里也有下流字画。老擦，那没用。谁干的？肯定是女流氓。所以说女的并不胆小，不能麻痹。那您说这到底是谁唱的呢？可能是你幻听吧。我从来没幻听过呀。就这么着吧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啊。哎，
擦了啊啊啊啊擦擦擦擦小姑娘，上厕所吧。讨厌！我这边呢。哎，那儿。哟，哎，您上厕所，得了，不要钱了。不要钱，您进去吧。哎，小伙子，别厕所啊！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两毛钱我掏得起。不是他一扛国家之坎啊！啊，得嘞，两毛，不上了。哎，你怎么出我房门啊？冲你我不能上，这年头搞不清楚的事情，别跟着瞎掺和啊！不是，那您这尿怎么办呢？您别憋坏了，我留着沏茶。走，算你狠。哎，一天没开张吧？你给我摊一个。你还有心思吃啊？化肥通为力量，俩鸡蛋。这就对喽，你把钱给交了。石叔叔好。哎。亮亮，上厕所吗？我正吃着呢。吃完了再上啊。为什么呀？你相信命运吗？那是唯心的。嗨，甭管他唯心唯物的，你信不信吧。我运气不好，这次考试又没考好。史叔这厕所能给你带来好运气，真的啊？你给我拿着。人家不要钱，来，您再给摊一个。好嘞，累，先把钱给交了。哟，你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我拉不出来。意识到就行了啊。你要是觉得灵，告诉你们同学，放学了以后都来上厕所。来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来来，现成的。我不要。不是，这个给你妈带回去。谢谢史叔叔。史叔叔再见。啊，得再见。喂！啊，同志，你是姓史吧？是姓史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可找到你的史师傅了。干什么呀？啊，我是来给你送服装的。服装？
工作服啊。啊，工作服啊。哎，哎，你说这工作服，他真不用自个儿花钱？不花钱，国家发的。来试一试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我是出国人员服务部的。出国人员？哎，来试一试。不是，为什么非得穿西服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这就叫做和国际接轨啊！啊，看到隔壁了没有？粮店都穿西服卖白面了。反正他们不能穿黑的。啊，是的，白白的，穿的都跟胡长青一个样。来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你说的。啊，同志啊，啊，这个西服稍微有点大，不要紧，洗一洗还有缩水的啊。缩水？哎，啊，再来啊！你说这国家得花多少钱？慢风车，慢风车。等，别喊了，那边卖去，去。哎，这个跟那汉子拿着玩吧啊！干什么呀？贿赂我？你看你这说的是。这多少钱一个？哎呀，不要钱，跟您汉子拿着玩的啊，玩啊！哎，我要包圆呢。你说你要包圆啊？哎呦，那我可太谢谢你了。你看我这个五毛钱一个哈，我算算哈，这个，哎呀，你给八块钱吧。来，七块五啊啊！中，我再商量趟厕所不就行了？多拿点手纸。啊，中，你多乱呢，您这干什么？也没找人要过钱吧，现在倒人家上门来接手，反倒跟人要钱。嘿，我他妈让你要，让我别回家了，回家没你们事儿啊，再见，回家啊。老头，不坏是不是？当个屁大点的官儿就管亲爹叫老头是不是？别看你是个所长，我照样敢揍你。哎呀爸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你别忘了你这差事是谁给你的？嘿，党给的。废话，我要是不让你也干不了啊。您都干了几十年了，也该想想清福了吧。这厕所它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地方，你怎么跟人民要钱呢？他要是没带钱，你让他拉裤子里？厕所得维修，水电费，看厕所的工资，钱从哪来啊？这粪不是钱。没人要，听着都新鲜。那有什么新鲜的呀？哎，不是，哎呦，你看看啊！哎呀，我说你还敢穿西服？哎，你穿这个谁还敢进来？发的，粮店那边早就穿上了。学点好，他粮店招这么人，早晚玩完。他那儿完了，咱这厕所也完不了。你看看你把这厕所都弄成什么了？你看，怎么了？有呵，你把我的照片也挂这儿了？你这是拉大旗做虎皮，你吓唬别人啊？这能不能不闹你？你就自己坐下，喝点茶。现在呀，有好多离休的又都返聘了。哎，我也不用扬鞭自奋蹄儿。一人拿两份工资是不是？您好意思？哎，给年轻人留条后路。我不是为了钱，我不能混吃等死吧？哎，我义务看厕所。哎，让您这么一比，咱们的境界不显得更低了吗？知道低呀、啊，那就得上进。哎，这么点的地方，就咱爷俩也弄不开呀、啊。嘿，你忘了？你们哥五个跟我挤一个小屋的时候了，你现在我就是嫌挤才住厕所呢。得，我找你们领导谈去。干什么呀？
啊，爸，爸，你老抠捣什么乱？这好像就是当年那个地方哦。你找什么呢？啊，当年我温书的地方。嗯，哎哎哎，嘿嘿，你不就那个圣经外地人、外乡人？对，当年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还说我们这个排泄方式要改变。哦哦，你看是你呀、啊！哎，快认不出来了啊！西装革履，比教授还神气哦。教授算什么呀？当年不就是学生考教授吗？哎，我还听说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挣钱多呢。啊，不，他这个问题啊，叫还没考上大学呢，考上了。我现在在大学里面教书啊。哟，教授了？哎，不，讲师，讲师。那还背什么书啊？背课，这家里边太乱。留北京了啊？哎哎，那你还是不如我。你当年说什么来着？啊，说我们都是废物。哎，如今我自个儿都有工作室了。哎，这事儿是不是叫进步？你说，这也不是理想的排泄场所啊，这还不理想？喂，你跟我说说，什么是最理想的排泄场所？你是研究这个，你说。咱们比如说啊，这个杭州人啊，他躺着大便，两根竹竿啊，一根在腿下，一根在后背，使不上劲儿，根本就使不上劲儿。我在医院拿过阑尾，在床上用过这便器，根本就使不上劲儿。那是你们北方的食物构成有问题。我们南方吃什么？蔬菜水果多。啊，你们北方呢，竟是亚和乐、呛面、馒头。哎，不讲这个了啊！早晚有一天，中国人会一家一个厕所，里面是抽水马桶。哎，会吧？哎，会。那得浪费多少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反对这么大。你中国人啊，不愿意担待，什么事儿啊，你不能藏着掖着。过去那一片20几个厕所，甭管他是谁，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。哎，你没有这个权利的啊！你看着吧，早晚有一天，你这个场所是会被取消的。哎，你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人都是怎么排泄的吗？啊，取消？开玩笑！好多厕所啊，都是自动的啊。德国，德国你晓得吧？啊，德国有一种厕所啊，是计时的啊。只要这个时间一到，你没有出来，他就啪！哎，哎，哎，啊！他把门给你打开呀、啊，他给你曝光。哎，你知道现在农村拿什么擦屁股吗？啊？土个浪。哎，世界是一个整体啊，文明的脚步将踏遍所有土地。你这里啊，保不住的。那我干嘛去啊？啊！我早说过，你们这些人啊，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批废物。废物？那废物也不能浪费啊！我当初谁让我来看厕所的啊？到这会儿了，你们俩都不管了是不是？你还没买票啊，败家子儿！这厕所倒还挺新的呢，再用20年都不成问题，怎么说拆就拆了这个啊？听说呀，在那儿我盖一个更好的啊，在饭店里头。哎，那小兔崽子像是三丫吧？哪个？那个不是。啊，
韩信当年还钻过人裤裆呢，你别把人看扁喽。坐吧。说谁呢？谁？我说这国家。你说的国家作。怎么叫作呀？你跟我走一趟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他没说您，他说那个拖拉机，那个拖拉机旁边干嘛？我跟他走，到哪儿我都敢说他作。走，我跟你走。我请的是他，不是你。OK， 我不怕。嘿，谁能把一个看厕所的怎么着？爸，我，嘿，你倒是慢着点啊，这是。我参加过小偷公司。小偷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。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？100多人。100多小偷？目前是小偷啊，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。那其他人呢？都是领导干部。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？要你这话说的，我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夫带出。
您好，这厕所是第一天使用吧？这饭店也是刚刚启用。哟，先生看着面熟啊。我已经离开外交部好多年了，难道还有人能认出我来？外交部，没错。嗯，我已经离开外交部了，你拖我也是白拖，没权了啊。先生今儿带着钢笔呢是吧？笔倒是带着呢，可字儿是不能签的啊。您把这笔交我先保管着啊，您完了事儿我再还给您。外交无小事，手中的笔是不能轻易撒手的啊。不撒手今儿就甭上了是吧？岂有此理，我的笔凭什么给你啊？我怕你画流氓画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投诉你。哎，有破文投诉索磊要没收人家的钢板。哎，他有画流氓画的毛病。不是，我们的饭店是第一天开张的。哎，你就怎么知道他会画春宫呢？对不住，您说什么宫？春宫。哎，不懂。我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你。 OK 来，磊不能没收他的钢板，你要保证他不受干扰的上好厕所。他要是化了，如果擦得掉我就什么也不知道，如果擦不掉我就开除你了。开除？得化去不？什么？上吧。史爷怎么进入餐饮业了？怎么都是磊的朋友呢？刚才外交部的进去了，十年前他该我吃烤鸭。我跟你讲喽，这是工作的时间，不是你会客的时间喽。我没这个，您别误会，我上厕所对你们工作是有利的啊。刚才那老头有画春宫的瘾。阅历水平怎么样嘞？您什么意思啊？如果画得好嘞，那就可以出版了。如果画不好，那就让他赔偿喽。我不画了，我不上了。哎，这不就是哎，他没有画吗？你们冤枉他吗？不不不不不，你们不知道他作画的位置。这儿八成没带花镜，都改八条腿了。真是岁数不饶人呐，一道比不到喽。我看一下喽。我认为啊，这是一只螃蟹嘞。是人，庙里的哪吒就是八条胳膊吗？那就神话喽。还是春宫啊，就是岁数大了，透视不对了。那或者是一个国徽呢？哪国的？毛里求斯或者是马达嘎斯嘎的？哎，这他熟，老头以前外交部待过。我，他是外交部的官员。他以前，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他来到我们的饭店就是我们的荣幸哦。嘛那么势利眼呢？以后他来做什么都可以，千万不要扫他的兴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扫他的兴。我赶紧的吧，我都忘了我干什么了。烟啊，还什么？对了，嘿，我不能在这儿跟你聊天啊。我那烤鸭又飞了。多吃点没关系，您剩点就成。严重严重，我吐口痰啊，我冲了。您不尿着就行。幽默。刚才外交部那个说没说弹劾克林顿总统的事儿啊？克林顿是谁啊？不认识。您真是坐井观天，不是坐侧观变，还不够通俗。您这儿烤白薯了吧？
温度不大够。你还没完没了了，我还没画流氓画，我还没打人呢。这这这走走走，你留神我投诉你。嗯，当心我写知青文学，早改了婚姻与家庭。当心我画假月票，现在都画假护照，谁画那玩意儿？真是过时了你。你没跟瘦子约好了一块儿过来呀、啊？干嘛呀？还跟他借大便？现在谁敢歇病假？回头再给解雇我吧！这是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这瘦子还真不是瞎说。原来他不是老肠炎吗？后来就改了直肠癌，死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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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人自动的，我这个了，哎，你试试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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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几个跑这儿练来了是吧？哎呦，史爷，史爷，哎呦，十年没见了，老喽。完了事儿就赶紧走啊，这不是聊天的地方、啊。得，哎哎哎哎，多少钱来着？不要钱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早就应该进来了。啊，喷香水了吧？法国的吧？喷出来了。哎，我说史爷呀、啊，您在这儿高就。可脱离群众了，是老哥几个完了事儿就回去啊！得，有事儿再聊啊！您好，您请。碰这丢人现眼了，去去去！哎，没见过，让外宾听见了不像话，他不懂中文，就是没见过人撒尿。哎，我投诉你，我作证。臭丫头，哎，他说什么？骂人！您好。您找什么呢？火总，您请。您好，您请。一会儿我们佛总要是拿你们一卷手指，你就自当没看见。那哪成啊？那我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们公司赔你，你就是别当面拆穿他。你们这儿都有手指，为什么还要拿他呀？佛总不就是以前的佛爷？为了不忘本，要经常的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他是什么地方的老总啊？程咬金防盗门厂亚洲总代理。都这么大个老板了，他怎么也不改改这毛病？我们佛总说了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好，您请。您多用点洗手液。你可别多事儿。你是怕那手指从我这衣襟里边掉出去啊？您说什么呢，佛祖？我听不懂。朱元璋当年喝要饭的熬的那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勾践卧薪尝胆，所以才成就了一番事业。
知道我为什么把雷哥收到身边了吗？他提前退了，就是为我所感。韩信当了大元帅，并不是要把当年让他钻裤裆那痞子给杀了，而是要请他吃饭，封他官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贱骨头啊？所以呀，你只能看厕所，充其量你看这么一大厕所，你干不成什么大事儿。那您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啊！哎，您不能看着我这么下去呀、啊！气量，没有气量，受不了侮辱不成？哎呀，人这一辈子呀，无非是荣辱二字。哎，什么把这鞋带儿系手指头上了，把这裤腰带给解下来了，你都得能受。你呀，要是把这个看透了，那你这心里边就踏实喽。那您说这什么是大事？别老缠着我们佛祖，我们还有事情。哎，别跟老朋友拍官腔啊，一会儿咱不就去泡几个妞吗？早点晚点没关系啊。哎，我说刚才你问我什么来着？我问什么是大事？就是要教育人防盗。我用行动给人以教训，那些个盗取人钱财的人被人所不耻，而盗取人灵魂的人却他妈受人尊敬。我呀，宁可去偷人家钱包，我不去偷人家心。您那手指小心别掉出来。嗯，我忘拿了。您再拉一，机会已经过了，不能让人怀疑呀、啊。我这儿不准扔钱包啊！嘿嘿，怎么成他这儿了？这厕所是他包的工程，说话得当心点。嘿嘿，真他妈的啊！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不能用老眼光看人。喂，怎么这么晚才接电话呀？啊啊，哦，正撒尿呢。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一小偷。呀，真刺激！哎，你能跟他一起来见我吗？啊，哎，我问问他啊。嗨，我说你那位妞约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我他妈报警！哎，开个玩笑，我陪你了，一会儿饭店请你吃饭。我用你去，看不起我，怕我？您二位还不好说吗？就是别在这儿商量什么吃的事儿。行，你得多喝啊。酒是人家的，胃是自个儿的，别他妈不拿自己当外人。客人的事情，一个看厕所的插什么嘴啊？你们在我这儿呢，又分出阶级来了。嗯，知道吗？咱俩不是一个阶级，你是一个下等人，知道吗？嘿，好嘛！嘿，我爹当年呢说这个国家作，你给逮走了啊！如今丫头分出阶级来了，你不逮他去？现在比这过得还有的是呢，管不了这么多。是意大利人，意大利的钱包皮子好啊！别，他们是黑手党。现在呀，我呀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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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生还是小姐啊？你说呢？哼，我还真有点眼拙。哟，什么叫眼拙呀？眼拙啊，就是眼笨。哦，什么叫眼笨呢？会用这个吗？嗯，会用这个就是仙人，不会用，甭这儿给我添乱，停停停停，退场，退场。哎，听见了吗？他说退场，他看出咱是干什么的。我不干了，我！哎，你们是害虫乐队的吗？可找了你，快说说你们的新创吧。女主唱也在男厕所里头的。这回北方青年报可有新闻了，快说说说说。来来来来来，说说说说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改编了50年代的一首忆思田歌曲，很有煽动性。哎，看厕所的都跟着我们载歌载舞。你哪个报的呀？自由撰稿人。哟，快说说你们为什么在男厕所里头举行排练呢？我们没有排练，是就某一件事情打赌。各位各位，活动到此为止，外面请哦。走走走，再多说点，说说，站起来。男厕所比较刺激。行了，干嘛呀？你妈她怎么样啊？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。为什么呀？她说我堕落。不是，那她怎么办呢？有那民政机构照顾呢，你别问我了。啊？亮亮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要坚守住你的岗位。我下岗了。啊、不干了，这亮亮，你怎么能把你妈交给您？亮亮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亮亮。哎，老头，嗨，没这么泡妞的呀。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！我说，改天我给你找个妞配老头。各位高哥，后面请喝咖啡喽。不要喝了，行了啊，老头。来来来，请。啊、哦。哎，你也追星啊？追你妈。有了，嗨，没暂时还是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嘛。我不回去。那你就换衣服。我怕他跑了。你爱他？我怕我不爱他。否定之否定，否否得正，那你还是爱他了。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。没关系，我会看住他的。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对不起，磊不能进去了。说我呢 ？Yes。这西服不是原来的工作服吗？不说话。没人拿你当哑巴啊！真是，哎，不都搬家了吗？上楼了，一家一个厕所，为什么都得上这儿上厕所呀？在家上不过瘾。二椅子了也可以。快进去看看吧，那丫头跟里边吸毒，分哪一个呀？怎么？哪四个男人？人妖。不要跟我多说，
保安部门解释清楚。先生，哎呦，给我走，坐过，给我走，哎呦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哦，先生，对不起了，先生。一壶花茶，矿泉水。问吧。哎，你能不能先把你那假冒西服脱了呀？不能。啊？里边就一背心儿，人家饭店不让。嘿，亮子，你吸毒啊？听那二椅子说呢。哎，问我呀，还是问我妈呀？我问你，哟，看上我了？行，老牛吃嫩草啊。行，你跟那伙流氓长得，别流氓流氓的啊，都是首都文艺工作者。男厕所都敢进，你还有什么事儿不敢干？那玩意儿我都见得够不够的了，男厕所有什么新鲜的呀？你这么开放，你早晚一天得出事儿。别那么复杂，现在最时髦的是自助，不得艾滋病。是吗？啊？你在那收费厕所的时候不都这么过来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都看见了，黑头的。哎，你这世上还有我这样的人走的路啊？逗你玩的，我猜的。我以为得看呢。问点别的吧。靠什么生存呢？反正不能靠摇滚。我们俩搭帮吧。功夫怎么样啊？什么功夫？皇上啊。哎呀，我没事，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咱们俩能不能像红灯记似的。啊？什么红灯记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以妇女的名义生活在一起。哟哟，有什么呀？你干过他？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我妈呀。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这哎呀，多老的马我都敢骑，就是不能乱伦啊。哎，你老实跟我说，哎，我是不是你亲生女儿啊？你看你这副德行，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烈人啊？你父亲。别那么悲壮，咱们现在跟越南那又是哥们了，他那烈士还真不好提。胡说。
动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续点水啊，呛死了。续水该收费。收吧，收吧，我不没钱，多少钱？十块。续三壶。那您再来壶新的不好吗？新的多少钱？二十。这谁定的？这是来壶新的。人都说北京人什么都敢说，我可不是啊，我是什么都敢干。亮亮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史叔叔就是一面瓜子？没有，我觉得你一定挺生猛的，从小就抽烟喝酒，稍大点就奸淫生杀。你住住你的嘴！我浑身上下没干净地儿了，就这儿他们还争着上呢。你我这辈子摸都没摸过女人的一个手指头，那今儿是杀手啊。我看见你啊，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日子，想起你妈她年轻的日子。干嘛还俩年轻的日子了？我怕你误会。饮食男女的事儿我才不管呢。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没找媳妇吗？因为许丁克寡。我一闭上眼，我就看见你妈的抱个尿盆奔我这儿跑。我妈是跟你啊还是跟大象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有那么多东西吗？你别觉得我是一个厨啊，不就花俩钱就把你给发出来了吗？心一领了，人过三十啊就不学艺了，您呢拉倒吧。兄弟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就是心软，您这一跪吧，我还真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说话了？你为什么呀？我这辈子这心里头从来没这么乱过。您都骂他了，就别再玩这少年维特之烦恼了。我他妈今儿就打算把你办了，你信不信？来呀来呀，行为艺术啊，海城乐队女主唱又火一把啊！站起来！行啊，跑这儿秀蜜来了。老公，请内行啊，老泡妞啊。我老逃厕所。那怎么知道黑话的？老在厕所里什么不知道？是您吧，请问要点什么？我要儿子。有病吧？你有病啊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爸爸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妞小妞，你别欺负他，他可是个同担。哎呀，谁你冲我来呀、啊、我可是真刀真枪。管我窑子呢。哎呀爸，这这是饭店什么窑子呀、啊、这是老鸭挺的傻逼。你们那会儿那么落后有窑子吗？
哎呀，我说你再搞了，老板，你不是，行了行了，你甭跟他说了，我们俩闹着玩呢。他呀，那他是丹丹的女儿。这孩子，行了，我是来找你们领导的。干什么呀？天天找领导。我说自打你看了这洋厕所，你就犯狗怂。切！我刚把这活给辞了，辞了啊？那吃谁呀？我准备自个儿开个厕所。有客人吗？没有，省得打扫了。说的也是啊。行了，妈，你大老远来。我就不请你吃什么了。哎呀，走吧，我请你上个厕所吧。哎呀，我不上，这今儿最后一次，明儿我就不来了。啊，好。哎，等，姑娘，等我们会儿啊。雷公站住！雷的工作已经有人接替了。我是来上厕所的。哎呦喂，真比那厨房还干净啊！谁的厨房啊？当然也是他们。您见过？我这么想。人类厨房比这干净多了。你说在这个地方拉屎有点浪费呀、啊。小死。啊不。老死。今儿遇到的全是熟人。十几年前你说过啊，中国人他一家一个厕所，这真让你说着了。是啊，可是他们啊还是喜欢一起上厕所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贱骨头、啊、话不能这样讲。你知道这个古罗马的大浴室里啊有3000个便坑，墙壁上呢刻着这样一句格言，便后请冲洗。哎，不，那不是格言，它是这样一句话：能够在一起排便的民族，才是团结的民族。那你说，那到底这是集体的好呢，还是单个的好啊？啊？这现在啊，他很多问题他不好说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当年你说这个浪费水的问题，这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有2/3的人喝不到洁净的水哦。可在我们这里呢，啊，却在用它来冲厕所。不过现在啊，已经有了这个。免冲洗厕所，我也不解大手了，撒泡尿见好就收喽。嗯，谢谢。哎，爸，哎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那有个机关，完了自动冲水。我是想让你露露，你到了我这岁数还能这么尿尿，你就是好样的。哎，他怎么不自动冲啊？哎。你往前站的哪够得着啊？这往前往后，你看、哎、浪费水。你这洗手洗手液啊，来，我再问你个问题。哎呦，真滑溜，要钱吗？不要。快倒闭喽。你说他怎么解手才是科学的呢？这是个永恒的问题。真的，我不能一下就跟你解释清楚。你知道啊，这个科学啊，它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。
啊，每一个科学发现它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同时呢，哎，它又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，而这个新的问题呢，也许比旧的问题更加严重。再说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地，这十几亿人要是都到地里去，那他们的排泄物会覆盖庄稼，污染河流和地下水，烧死树木和花朵，滋生病菌和蛆虫呢。那你得管呐、哎！你拿着国家的钱，这可是你的事儿啊！你说的对，可是我没有摩西那样的智慧啊，他用两个字就解决了问题。不是，那现在也只能是从我做起了。哎，说得好啊，但也只能每个人少喝口水，少吃晚饭，少上趟厕所。你跟他废什么话呀、啊、憋着、哎、那叫什么。哎，也许有一天人们不再密集居住，屋子外是庄稼和树林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哎哎，你也来一泡吧。哦，我都忘了。两条路，要不掩埋好排泄，要不被他所掩埋。我尿不出来了。Yeah.
上台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导演林兆国。